彰化县社头乡桥头村的天门宫，五日清晨万头钻洞，来自全县十二间宫庙的妈祖神尊，在卓博园县长与上万信众的虔诚敬拜中，正式开启2013彰化县妈祖绕境祈福活动的联合绕境起驾行程。咱这次要建八天七夜，咱嘛发动着来自全国、全世界，咱的青年壮游团，就是希望讲从咱台湾、从咱中国传统妈祖信仰的文化，会当予更加侪的人来参加，会当迎来更加侪族群，啊，咱一个开放报名呢。马上啊，就拢替我包括着马来西亚啦、咱东南亚韩国、日本吼各地，咱拢足侪人来报名参加，啊，搁咱台湾各地呢，拢有乡亲啊来共襄盛举。咱这个绕境的过程当中啊，咱不但会当体会到咱天上圣庙传统的文化，啊，甲宗教的慈悲，嘛会当透过这个绕境呢，来游遍咱彰化县八大生活圈14个以上的乡镇，会当来了解到咱彰化地方的风土民情。2013彰化县妈祖绕境祈福活动，首日驻庇北斗镇定安宫，第二日于二林仁和宫，典礼由卓博园县长担任主献官。与十二间宫庙主委代表、地方士绅向天上圣母行三献香礼及敬献花果，并为县民及国人祈福。要这届绕境，予咱这哦，都十二间中拢绕境吼，啊，这信众来观看，感觉非常欢喜，因为这绕境哦，会使这个做咱彰化县大家的迄个信徒甲大德拢会平安顺遂。这个妈祖的信仰搁更加虔诚，而且吼，咱地方吼的文化啊，甲地方的农产品拢变得会搁较有进步，啊，愿意较侪人愿意来迄个拜妈祖，啊，咱地方吼农业生产搁较好。活动更邀请享誉国际的明华园戏剧总团，由无敌小生孙翠凤领军。分别为社头二林地区民众带来精彩戏码演出，吸引近千位热情民众前往观赏。彰化县妈祖绕境祈福活动相当丰富，相关内容请上2013彰化县妈祖绕境祈福网站查询。公益频道林俊明、张华允综合报道。